八号东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。天文台话喺过去一两个钟，本港离岸同高地嘅风势稍为缓和，会视乎风力情况喺晏昼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。我哋嘅同事刘伟泽咧，而家杏花村噶，那泽你嗰边都几大风喎。系啊，其实咧呢边咧个风势都几大下噶，好似我咁啊，米八高，70公斤重，但系咧企起上嚟咧都要微微向前咧，先至可以企得稳噶。咁見到咧，雖然好大風啦，但係咧都阻唔到咧好多市民咧同埋啲居民咧嚟到㗎。啱都見到咧有唔少嘅居民咧係嚟到呢度散步啦，甚至咧係有小朋友喺度踩單車㗎。咁我睇下個海面，見到咧其實湧浪咧都仲有係好多。咁見到咧間唔時咧都有啲捲浪啦，同埋咧其實拖船就有嘅，不過都係間唔時有一兩架零星嘅去拖翻等船翻去岸邊，咁等啲等船咧可以喺避風港入邊咧避風。咁咧見到咧，海面上面咧都仲係有好多嘅卷浪同白頭浪，拍上去岸邊咧都見到好多水花。咁咧市民咧最好就留翻喺室內嘅地方，就以免咧就有危險啦。哦，咁你都小心啲啦，唔該曬。杏花村、尖沙咀碼頭都有人觀浪，有市民覺得呢一次嘅風力比起以往弱。由潘耀星報導。八號波杏花村繼續好食風。海面依旧涌起白头浪，仲有样嘢冇变，晨早流流依然有人嚟睇浪。一二三笑，喂阿姐唔讲得笑啊！企咁近岸边要小心安全，唔信睇佢就知啦。不过有人专程游团过嚟追风，呢边大风好多，吹南风啊嘛。哦，影下相打卡紧要噶啦，而家打完卡啊，安全啲啊，翻屋企咯。唔系想象中嘅八号波咯。以前過啲八號風球啊，嚴重好多嘅。亦有人暴風信號下漫步海邊，唔好犀利，即係冇話吹到個人彎咗咯，所以出嚟行下啦。浪都冇咁大啦，唔係好大，啲浪都係湧下湧下。之前山竹就好犀利啦，哇，冚到好高啊！打風都係神運啊！冇嘢嘛，做下運動啫。驚唔驚啊？咁大風？驚啊！呢度都冇嘢嘅，冇嘢嘅。以前好大浪噶，試過呼聲噶，呢啲好濕碎嘅。雖然冇以前咁大風，但防風措施都要做足。工人喺掛八號波後個幾鐘放擋水板。尖沙咀呢一邊都算係風平浪靜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咦？又係你啊，何生？冇乜料到啦，啱啱到。個風都真係幾弱。點樣弱法啊？平時啊，上次嚟睇風真係落唔到車㗎，好大風㗎，行唔到路㗎。上次我覺得琴日應該八號風球咯，今日應該冇，應該跌翻落去先啱咯。你琴日咁嚴重，有水浸有剩，你今日一啲風都冇。天文台係喺清晨6:40改掛八號風球，話熱帶風暴獅子山環流廣闊，喺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下。西南部高地間中達到暴風嘅程度。有線電視記者潘耀晶報道。西灣海有地盤天秤，被強風吹到搖擺不定。個地盤喺太祥街，喺20幾層高嘅天台有個巨型嘅天秤，受到強風吹襲，慢慢擺動。附近嘅居民報警，消防員到場戒備。初步視察之後，認為天秤冇即時危險，通知咗地盤嘅負責人處理。事件冇人受傷。